局，要懂得解题，想要做事有题，想买只火力，高二就买机器，别被痛苦练题，想要好的机器，我们要战胜自己，放弃永远是动力，我们不言放弃，我们勇者无敌。开饭了，孩子们！来吧，来吧，胖胖，你是来逗我的？我才不信呢！啊呀呀呀呀！妈妈，我都带胖虫里里外外逛了好几圈了。要是再不开饭，我只能带着他去阁楼参观你那些失败的画作了。哈尔，聪明的孩子是不会跟自己的零花钱过不去的。妈妈这周好像还没给你零花钱吧？胖虫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妈是澳洲最了不起的画家，她画的花啊，隔好几条街都能闻到香味。来吧，孩子们，尝尝妈妈的爱心晚餐。胖虫，联系上家人了吗？刚打通了爸爸的电话，他告诉马叔叔明天会来接我。联系上了就好，你今晚就安心住在我们家。谢谢叔叔阿姨。胖虫哥哥，你以后要留在澳洲吗？是啊。那你会陪我玩吗？耶、太好了，胖虫哥哥，我们周末一起去海边吧。好啊，我还没有看过海呢。胖虫哥哥，你一定要去海里帮我抓鲨鱼。什么？好了，琳达，做个小淑女好吗？叔叔妈妈真是好人啊。卡尔太会折腾了，琳达妹妹还真是有点可怕，还抓鲨鱼。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是熊猫吗？你晚上不睡觉，跑到屋顶上来干嘛？没干嘛，我是在测量月亮到地球的距离。你刚刚哭过？没有。琳达欺负你了？嗨，怎么可能？卡尔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为什么你的妹妹是树熊，你的爸爸妈妈也是树熊，而你是袋鼠呢？我是被收养的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抛弃了我。卡尔，我祝你能尽早找到你的爸爸妈妈。卡尔，要不我先留下来帮你找爸爸妈妈吧，本大侠是不会让朋友难过的。胖虫子。无上的魔王大人，
我是你最忠实的仆人泰勒。发现了什么？哦，我已经很肯定了，鼠熊家那只袋鼠就是古生物密码的携带者。很好，去把它抓来，别暴露自己。乐意为您效劳，我敬爱的魔王大人。反正我跟你马叔叔是老朋友，住我家一段时间也好。哦，谢谢，耶！胖虫哥哥不走了，不走了，来来。胖虫，你愿意留下来，我们非常欢迎，但是你得先征得你爸妈的意见，别让他们担心。好的，阿姨。我很喜欢琳达和卡尔。不行。儿子，你怎么哭了？是琳达妹妹。她不舍得我走。可是妈妈有些担心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叔叔阿姨？不麻烦，不麻烦，对吧，卡尔？我们一定会在天黑前将胖虫子的房间收拾得跟中国家里一模一样。真的一模一样。不过这个床好像有点不同。如果要重新改造的话，还需要一些材料。也许我们可以找镇长弄些材料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床也改造得和中国的一模一样。睡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人叫醒我了。
咱熊猫家族的继承人真是越来越没质量了。虽然你先天条件不太好，但我们还是会努力训练你成为熊猫家族合格的继承者。说到继承者，作为继承者，你的责任就是保护熊猫家族的成员，跟其他家族一起对抗邪。老头子就是废话多。胖小子，现在你只需要乖乖地接受我们的训练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们，其他的事情你以后慢慢就会明白了，知道了吗？胖长哥哥，我们一起玩吧。世界那么的大，我们共同的家，总想拥有魔法，真是醒的时候长大，可可还在发芽，盼望快快快快长大，真想变个游侠，我们携手去闯天涯。好奇就是动力，背着不好，一起用力，流利，齐心有意，相互鼓励，我们不言放弃，我们勇者无敌。不要太多放弃，要主动解密，生活总是有趣，充满着活力。坚持也会痛苦流涕，心中有浩然正气。